事情，就是有动机动车倒了，他就那个二维码叫 Sophie， 那个女的扫个二维码，也没开票就直接走了。交警看到我录了，都可不情愿嘛。然后我还没有上上，他都把钥匙给抢了嘛。我已经被一个协警都推了可远的地方了，然后我在后面一直追，一直追，再问他们，叫他们出示警官证呀。然后他也不出示，有一个好心的录像，他手机没拿出来，人家就把他手机给剁了。好心的也被他们推倒在地。